一楼同志，这天龙山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，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。如果我们拿下这个交通要塞，那么豫西的根据地就有了根基，也可以牵制日军，打击他们在豫西的侵华战略。此次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收编占据天龙山的土匪头子刘黑子，继而消灭鲁阳城的日军。我们得完成任务。他们就这几个人，胆儿也太大了。干吧！声音很近，应该是火力。占据制高点，占据制高点。他奶奶的，小日本也有怕的时候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让他撤！等等，把这东西已经到手，拿到车上去。大当家的，不能放过他们！兄弟们，跟我去杀小鬼子！哎，哪儿哪儿，兄弟们，给我追！刘黑子。货物都给你了，你还追什么追啊？都乡里乡亲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个狗汉奸，谁跟你乡里乡亲的？我打的就是你！给我追！中计了，撤！这皇军可够狠的啊！这又埋伏也不早说一声，这拿我们兄弟的命不当回事啊！这队长，打还是不打？这皇军整这么大动静，这能不打吗？那怎么打？怎么打？跟着呗。抓活的！小鬼子，给我狠狠地打！
好汉，身手不错呀、啊！大队，抓了两个，黄皮狗，带过来。是，过来。兄弟们，都给我过来！兄弟们，今天要不是有恩公，我们的命就算留给这些小日本了。大家跟我一起叩谢恩公。恩公在上。受天龙山刘黑子一拜。不，使不得，诸位兄弟快起来，使不得啊，举手之劳，这可使不得。刚才听阁下说是天龙山大当家的。正是在下。哎呀，在这河南地界上谁不知道大当家的呀，这真的是久仰了呀。啊，哎呀，客气了，请问好汉尊姓大名，哪个山头的？我可没有山头，兄弟我叫王一周，是做药材生意的。啊，对了，恩公，我们天龙山就离此不远，你就随在下上山，我得好好的款待款待你。大哥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人家救了我们的命，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大当家的，兄弟我出门时间不短了，得赶回柜上交差。这样，改天兄弟我一定登门拜访，如何？你莫不是嫌弃我们？你说啥了？啊？我刘黑子向来是有恩必报，你就随了在下吧。啊，请恩公上山。请恩公上山。那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爽快。小丁，把货运回柜上，跟老爷说一声，就说我上山去去就回。是，大少爷。告辞。告辞。多谢恩公，请上山。行，已经上了天龙山，小分队就在鲁阳城待命，随时听候一周同志的调遣。希望一周能早日策反刘黑子。王哥，恩公，我天龙山那可是好地方，自古那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，包括那些小日本人也惦记很久。一次三番的派人来，
让我做那个什么保安队长，我去他奶奶的！老子可跟高杰森不一样，绝对不做日本人的走狗。我跟他说，要人不去，要命老子有一条。但是你敢踏进我山里一步，老子就打死你。好，大当家的，有骨气。恩公，如果你这几天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就留在天龙山多玩几天，怎么样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爽快，敬你一杯，来。二当家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最瞧不上你们这些半路上山摘桃的。二当家的，你看你这说的，不连我也都骂进去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来，喝酒，喝酒。恩公啊，今天这个菜不怎么样，可惜我夫人下山采买还没回来，她可是做的一手好菜。哎呀，大哥，有福气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等我夫人回来，让她亲自炒几个拿手好菜，我们夫妻俩一起敬你一杯，怎么样？咦，你说啥嘞？我怎么能劳驾嫂夫人给我做饭呢？恩公，虽然我是一个粗人，可是说起你嫂子呢，这个上得了厅堂，入得了厨房。你看我这个天龙山被他打理的是利利索索的，他不光是能识文断字不说，漂亮，没有哪个姑娘家能比得过他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入我刘黑子的眼，不是？对，大哥，俗话说得好，自古美人爱英雄，大哥和大嫂那肯定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啊，对吧？驴，老驴？不不不，大哥，不是这个，这个驴，眷侣，就是让人羡慕的关系好的夫妻。啊，有文化。我是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们这些读书人。来，喝酒。哎，老洋人呢？坐这么远干什么？过来。来了。哎，大当家了。老洋人，不错。兄弟们，我再说一句啊，老洋人入山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就做了两笔大买卖，今天又是卖了命的为我们山寨去抢羊喷子回来。就为这，我们大家也要敬他一杯。大当家了，自打上了这天龙山，我这条命就已经交给你了。大当家的，兄弟们，干了！大哥，大哥，怎么这样？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里面装的全是石头。石头，打开看看。奶奶的！咱们豁出去命就抢回这箱破石头，抓回来那几个王八蛋呢？在马棚关着呢。大哥，这次绝不能轻饶了那几个王八蛋。是啊。给天灯。大人，饶命啊，大当家的！饶命啊，大当家的！他奶奶的，你们俩好大的胆子，敢钻进我刘黑子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跑腿的，大当家的，饶命啊，大当家的，饶命、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行行。饶命啊，大当家的！饶命啊，大当家的！大当家的，我也是刘家村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啊，大当家的，饶命啊！给我套近乎，姓刘的咋出了你这种汉奸？点着他，把他给我先点了。大当家的饶命啊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饶命啊！大当家的，
冷静，慢着。大哥，一周是外人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恩公不必客气，有话请讲。大哥，兄弟我想替这两个人向大哥讨个饶。讨什么饶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为了抢那车羊喷子，咱山寨死了多少兄弟，就连咱大当家的性命也差点给搭进去了。奶奶的，你们两个鳖孙敢拿石头框咱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大当家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今天不点了你们的天灯，兄弟们咽不下这口气。天灯，天灯，天灯。兄弟们，二当家说的对，可是这笔账应该算在小日本身上，要想点天灯也得点小日本。这两个兄弟跟咱们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片山这片水养大的。刚才这个兄弟还说他跟大哥是一个村的。你说你个鳖孙，你哪个村的？我是刘家村的。我是李家村的。咱都相亲相亲的， 你就饶了我吧。大哥，这可都是乡亲的啊，他们出来混口饭吃，也就是想挣两个铜板养家而已。可他们挣的是日本人的钱。说的对，这就是他们的错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咱不能杀他们呢。咱要杀得杀日本人，咱杀自己乡亲算什么呀？兄弟们，你们想过没有，谁家没有妻儿老小，如果今天这两个兄弟死在这儿，他们的家人怎么活？大哥，您就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？大当家的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跟小日本干了。大当家的，饶了我吧。咱天龙山那可是威名远扬，就连我这个做小买卖的都仰慕不已，想必在江湖豪杰的心中会把大哥奉若神明。那是当然，那拐子岭的独眼张和鸡头山的胡大麻子，那可是咱大当家的好兄弟，那是一呼百应。胡大麻子是我的远方叔伯哥，俺家二大爷的亲戚，就在拐子岭当二当家嘞。你看你看看啊，这可都沾着情了呀。今天晚上咱要把这两个兄弟点了，独眼张和胡大麻子，人家嘴上不说，心里边肯定恨。爱怎么恨怎么恨。你说那叫啥话，那胡大麻子和独眼张是当家的兄弟，跟你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大当家的兄弟对吧，大当家的兄弟的亲戚能点吗？你哎，老二有话好好说。大哥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，今天这个事儿摆明了就是小鬼子给咱们下一套，咱中计了不说，咱再把自己人给杀了，那小鬼子真是一箭双雕。大哥，就算是这样，今天也绝不能轻饶了这几个鳖孙。就是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把他们衣服扒了！大当家的饶命啊！大当家的饶命啊！大当家的饶命啊！收收！大当家的，大哥，说的对啊，咱不能杀自己的乡亲，但是日本狗我不能放过，所以我把这只狗皮给烧了。你们两个扒了这身狗皮，再也不能当狗，站起来，以后顶着腰板做人。谢谢大哥，不饶不杀之恩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收了我们吧，我们跟你一起打小日本。兄弟我军营，
文公，客气了。文公，好，继续喝酒。来，走，同位。剿军人行动整齐，训练有素，不像是普通土匪。最近八路活动非常猖獗，会不会是他们？高队长，哎，太君，你得回避一下。来，来，根据情报部门可靠消息，八路已经上山，看来他们是要出手争夺天龙山了。通知山上的人，让他尽快除掉八路，收服刘黑子。嗨，小日本，他们什么玩意儿啊？拼命的事总是我们在前，有埋伏也不早说。什么大日本青山，我看是把咱们保安队就不当人看。队长，小日本人就那样，别生气，咱放不上。我呀，不是这一家老小拴在这鲁阳城，老子才不跟他们干呢。大哥，是我，刘喜柱。啊，你还活着啊？我都给小岛保你阵亡了。哎呀，说来话长，刘黑子把我们都留下来了。他不但没有杀我们，还和我们说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没必要结怨。狗爷们啊，哎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可是你不能回来呀、啊。是啊，大哥，刘黑子把我们留在了山上，我就是特地来通知您一声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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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在山上吧。那大哥，您保重，我先走了。王大哥，这是什么病啊？疟疾。咱们山寨的药房还有什么药吗？哪还有药啊，早都没了。这后山的路怎么走？走后宅门，过了滴水岩就是。怎么，你还想上后山采药啊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卖药的。哎，你别采药，把兄弟们给治死了。哎，我说二当家的，你说这王大哥，咱头一回赶上小日本给咱设局，他就神兵天降给咱解了围，这现在又能行医治病，怨不得大当家的喜欢。我看呐，如果他将来留在这山寨，恐怕咱们就只能给人提鞋了。提鞋？要提也就你提。别提这个提提鞋的事儿，这兄弟们都病着了，赶紧弄药。是啊，我看只能下山去抓药了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哎，老三，等等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最近风声比较紧，要不明天一早再去吧。这病可不等人啊，这兄弟们都这样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恐怕兄弟们拖不了多久了。那我带俩兄弟现在就下山去。二哥，你回头告大哥。哎，老三，小心。大哥，哟，咋就又喝上了？这嫂子不在家，你不能天天这么喝呀！啊，回头我告诉嫂子啊。老二，你敢？我吓唬你的啊！我也来一杯啊！臭小子，大儿，来，来。哎，老三呢？哎呀，忘了跟你说了。大哥，今天要几个兄弟，
得了疟疾，老三下山买药去了。疟疾啊，没事吧？哎，不碍事儿，老三拿完药回来就好了。啊。哎，你说老三会不会听二凤唱戏去了？小心眼了不是？我们让你去听二凤的戏，你又不去。哎，就算是你去了，我们也不会告诉嫂子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说点别的吧。我问你，你觉得老洋人这个人怎么样？奸。奸？嗯，他咋奸了？你不会是嫉妒人家吧？我嫉妒他。大哥，你想想啊，他这个人天天在你面前显摆的，看把他能的。你呀，怎么在人家背后嚼人是非？我嚼人是非啊？你就走着瞧吧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觉得王老弟这个人怎么样？也不是善茬儿。大哥，你想想啊，咱那天在杨树沟被小日本一包围，他就能神兵天降。老二，咋话到了你嘴里就没好人了呢？以后咱还是多长一只眼吧。啊，你说这日本人天天盯着咱天龙山，谁知道现在在山上有没有飞进日本鸟的。老二，以后你就帮我多操点心吧。二当家的巡山呢？巡他妈什么山？老子在这拉屎尿尿，瞎喊个啥？我还以为有奸细呢。奸细？我看你才像奸细呢。你看你这说的，最近不是外人多吗？咱还是小心为妙。外人？你就是第一个外人。哎，你看你，你怎么就老看我不顺眼呢？咱兄弟相处了这么久了，哎，你说兄弟，谁他妈跟你是兄弟？Thank you.
上挂彩了。哎，我说你们这滴水岩可够险的。你去滴水岩了？啊，那草药多呀。哎，可别说我没告诉你啊，以后少往那儿去，那可是天龙山的禁地。禁地？你要再去那儿啊，别让滴水岩的兄弟把你当成奸细给做了。二炮，我可不是奸细啊。王大哥，药罐都洗好了，来给我。哟，二当家的也在呢。咋没在滴水岩？摔死你！二当家的，少说两句，这王大哥呀，现在可是大当家的红人。要你多嘴！夫人，前面有枪声。敢在咱们家大门口撒野，好大的胆子！驾！夫人，再跑打死你！没事吧？这多谢夫人帮忙，您没事吧？我又不是帮你，那个人蒙着脸还使暗器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是我们天龙山的大夫人啊，大嫂啊，在下王一周，是大当家的好朋友。你姓王？啊，我回来了。蓉儿，你回来了。别动别动。哎，这不是二当家的飞镖吗？嗯，我刚才听说了姓王的上山的事儿了。王老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咋回事？镖镖夺命啊！
姑娘，这手绢是你的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姐，王家来定亲了。听说三少爷在省城念书，是个读书人，和小姐您真是天生一对呢。大嫂，王先生早。啊，您这是？我上山采点药，好多兄弟都病了，给他们治病。哼，您还会这个呢？我就是做药材生意的嘛。哎，那我跟你打听个人。哦，您说。我记着鲁阳西边有一个祭台村，村上有一家王家药铺，我想打听的是王家药铺的三公子王三春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？先生认识这个人吗？我就是，我以前就叫这个名字，后来到省城上学才改名叫王一周。你真的是王三春啊？哦，我叫柳月荣。柳月荣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王家和柳家是定过亲的。哦哦，你就是柳小姐？不，大嫂，没想到咱俩在这儿碰面了。你是没想到我会做天龙山的压寨夫人吧？大嫂，您就原谅我吧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当年我在省城上学，家父给我定了一门亲事，可是我连面都没见过，这门亲事怎么定啊？都怪我当年年轻，一时冲动就把这门亲事给退了。你倒是退了，你想过我吗？还有人会娶我吗？为了这事儿，我差点跳河。大嫂，我告诉你，当年我恨不得把你这个王三春给活剥了。刚才哪儿枪响了？大嫂，姐，不好了，有人穿金地。金地，这地图就是从那刺客身上掉下来的。大当家的，看来这事儿明摆着就是冲着咱天龙山来的。老二，今天有没有外人来过这里？不可能有外人，咱天龙山守卫森严，别说外人了，连只鸟也飞不进来。我们天龙山出了内鬼。内鬼？内鬼？有吗？怎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对啊，当家的，我想这个内鬼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给我挨屋搜。都给我搜仔细一点。老家的没有。王大哥，爪子快不行了，你赶紧去看看你吧。顺子哥，起来。王先生，他是咋了？这是，他咋会中毒了？姓王的，这药是辽的，
川子现在这样，跟你脱不了关系。兄弟们，带他见老大。哎哎，哎，二当家的，哎，二当家的，这可是王大哥的房间呢。他咋了？他也是外人，给我搜。等我仔细搜。报告二当家的，发现有个包袱，看看看看。当家的，叶行一都搜出来了，看他还有啥抵赖的，私闯禁地可就是奸细。怎么回事啊？二当家的，是我那下毒，害死咱们好几个兄弟。拴死他们，喝了这姓王熬的药，过了一会儿突出吐血，这就是他熬的药。大哥，我没下毒。你说没下毒就没下毒，谁信呢？是啊，难道你说我们天龙山的兄弟会自己给自己的兄弟下毒？自家兄弟当然不会了。那我问你，这药是你采的吧？没错。也是你熬的吧？没错。那你还抵赖啥啊？再说是不是？是啊。二炮，如果这几个兄弟是我害死的，那我应该离这些毒药远点。现在我是既采药又熬药，这件事我怎么都撇不清干净。你停了。放开他。大哥。哎。兄弟，如果有什么误会，我现在给你机会让你说清楚。谢了大哥。大当家的，怎么就这么巧，我们在杨树沟被包围了，他就刚好来救了我们，这不会是个圈套吧？这只是一个偶遇。偶遇？你去滴水岩采药，离禁地那么近，咱满山遍野的都是药材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去滴水岩？二炮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这个山上还有一块禁地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你杀了我禁地的兄弟，画了我禁地的图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杀了！什么？大哥，我确实去滴水岩了，去采药，而且我在采药的时候还被巨石砸伤了。当我爬上山崖之后，我发现那块巨石是被人为挪动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有人陷害你？二炮，你那天是不是看见我被石头砸伤了？现在可不是你表功的时候。二，你看见了？哼。大哥，兄弟，你说有人陷害你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敢确定，在这座山上有奸细。谁呢？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。好，这段事儿不聊了，不说这个了啊。这样，咱们现在说回这碗药。这碗里下可不是一般的毒药，它叫氰化钾。氰化钾？氰化钾是一种剧毒药物，很少的量就可以置人于死地。其症状就是潮热，脸色发红。咱们死的那几个兄弟就是这样。等等，可是山里面怎么会有这种药？山上是不可能有的，整个鲁阳县也只有日本人才有。日本人？我们山上怎么会有日本人的东西？不要以为你说了什么假我们就相信你了。你为啥不信呢？哎呦，打疼了是吧？对不住了。少来这套。大哥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就到山下找人去化验，我相信现在这个碗里还残存着大量的氰化钾，这个东西中国人没有，只有日本人才有。大哥，滴水岩是我第一次遇袭，我还有第二次。第二次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大嫂相救，
我就活不到现在了。王大哥，你是说还有人加害你？大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炮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大哥，我的飞镖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二炮，你别再装了，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攻击王先生，还差点伤到我呢。大嫂，哪天晚上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还拿飞镖伤你，你别冤枉我好吧。大嫂，二炮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奸细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，现在就杀了你。二炮，给我放下，放下。敢问王大哥，那天去滴水岩是什么时辰？辰时一刻吧。大当家的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。那天我巡山，在滴水岩见到二当家的了。二当家的，你说你去撒尿，到滴水岩去撒尿，头一天晚上你知道王大哥要去滴水岩采药，没错吧？没错。二炮，你上过滴水岩？去过。只是那天他去滴水岩，我不相信他。我只是跟他过去看看而已。看看？我看你是想用石头砸人家吧。我没有啊。二当家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怕王大哥抢了你的风头，没想到你竟然对自己的兄弟下手这么狠。你放屁！李二炮，老洋人说的没错，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我问你，毒药是哪儿来的？大哥，你拿枪对着我，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感情，你拿枪对着我，好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你就开枪啊！背叛山寨，杀兄弟，杀恩人，大当家的，他死有余辜。大哥，我信二炮说的话。我相信要杀我的人不是二炮。兄弟，你不用替他隐瞒什么，也不用在乎我的面子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天龙山迟早会出奸细。大哥，如果二炮是奸细，我肯定不会包庇的。但他真不是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。那你告诉我，奸细是谁？大哥，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。但是好人是不可以冤枉的，对吧？好，兄弟，既然你敢用性命担保，我就信你一回。王大哥，如果你觉得二当家的不是，那这毒药怎么回事？这很明显冲着我了。那你去哪儿了？我去采药了。有证据吗？那天王先生去后山采药，我刚好碰上了，就想谢谢他，顺便还聊了几句。闯禁地的事儿那是上午发生的，从禁地到后山少说有十里地呢，王先生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到啊。好，原来是个误会啊。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我刚才还真的以为你才是奸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误会就解开了，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啊，对了，兄弟，刚才你说下毒之人是冲着你来的，用的还是日本人的毒药，你是不是得罪日本人了？哥哥，在这方面咱俩一样，做不了日本人的走狗。好，这个我爱听。王大哥，二炮之前都有得罪，感念不及前嫌呢。说上来自家兄弟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听你刚才的意思，那个奸细是不是还在山上？
可能吧，啊，也有可能下山了，对吧？老二，这样吧，今晚多加几个岗哨，防止奸细再混进来。好，放心吧，大当娘子。大哥，过来！怎么了？我和三当家的进城取药回来的时候，让日本人给堵住了。啊！三当家的为了掩护我和药品，让日本人给杀了，人头还挂在城墙上了。老三，兄弟们，好家伙，把老三给我抢回来！哎，大哥，这是个圈套，不能去。冷静，听我说一句。老哥，三当家的死了，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。如释手足，大哥拒绝日本人的诱降，他早就恨咱们了。上次杨树沟就是个例子，所以这一次他们料到大哥肯定会带人去抢回老三，所以这个当咱不能上，明白吗？可是那也不能看着自家兄弟的人头挂在城墙上。兄弟们，跟我去下小日本。走，哎，等等，大家安静一下，你们千万不能冲动。大当家的，你听我说一句，我觉得王大哥说的有道理。如果我们贸然下山的话，必定会中了鬼子的埋伏，那样才叫得不偿失呢。大当家的，还是以天龙山的兄弟跟天龙山为重啊。老三，蓉，黑子，嫂子早啊。啊，王先生早。上次多亏嫂子直言相救，还没谢您呢。我那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哎，大哥呢？他怎么了？嫂子有事儿？他好像下山了。啊，
你怎么下山了？情况紧急，长话短说，因为刘黑子下山了。为什么呀？老三的人头。老三的人头就是个圈套。所以说嘛，咱们得保证刘黑子的安全。这皇军跟我说，刘黑子会来抢人头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人家傻呀，这人都死了，再哥们一起，谁还豁了命来抢这么个东西？是啊，是啊。饿了，咱们下去弄点吃的吧。兄弟们，守着点啊。嗯。来回免啊，要肉回免。哎，来来来，刘三爷，你来了。哎，快坐，三爷。生意怎么样？哎，可中。老杨，杨大伙儿，多加生财。黑子还没有来啊？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的。煤里边抓了一大把香菜，是吧？刘黑子来了，占据伏击点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弄，过来。关闭城门，严密把守。曹操，咱不能再等了，下山吧。就是啊，要我说，咱们就应该全员出动，把大当江的救回来。清空了，岂不是拱手让给别人？可是我大哥他，拿着大当家的令牌，你一定要守住天龙山。不能要，拿着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四哥，外面日本人抓的是你？是，老三被日本人杀了，我是来抢人头的。我知道路，跟我走。刘黑子把我们都留下来了，他不但没有杀我们，还和我们说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没必要结怨。开城门。玉大，这样合适吗？废话，开城门，开城门。刘黑子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我高阶三也算还你个人情吧。玉大，那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尸体搬回城内，城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回家。回家了，三哥回家了，三哥回家了。回来了。啊，日本人追得紧。多亏了二凤我才回来的。这么巧啊，那谢谢凤老板了。二凤见过大夫人。上山吧。哎，黑子哥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没事儿，还得安葬老三呢，走吧。月柔，月柔，你看我说了半天了，我真的是跟他遇见的。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我把二凤带到山上来，这心里不舒服，可我真的是跟他没有什么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人很奇怪啊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反倒不高兴了。可你脸上不高兴了。三兄弟刚去世，我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月柔，我发誓我跟二凤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心里不痛快。嫂子，黑子哥，你们在啊？在的。你看，凤老板，哎，你这是？我得赶紧下山了，晚上戏班还有戏呢。我要是不在，日本人会生疑的。我送你。不是，我叫兄弟送你下山。嗯，黑子哥，我想跟嫂子说会儿话。那你聊呗。就我们姐儿俩。我正好有事要出去一下，月柔，那你照顾一点啊。凤老板，请坐。大夫人坐。黑子。哎，把门给我关上。哎。
请喝茶。嫂子，你可别介意我这次跟着黑子哥上山啊。我跟他呀，都是小时候的情分了。那时候我在刘家唱戏，三哥、黑子哥他们没少照应咱们。他杀那个恶霸吃官司，也是为了救我，不是？这个我听黑子跟我讲过。不过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才上了天龙山，占山为王。我也正因为这事过意不去呢。后来我又回到过鲁阳，就是想再看看他，以为他还在吃官司呢。哎，嫂子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是托人找过他，他也只是托那个人给我报了个平安，都没来看过我。我之前还纳闷呢，后来三哥他们去看我的戏，个个夸你有才有貌，说黑子哥稀罕的了不得。我今天一见啊，也觉得您跟画里的人似的，看见就喜欢。还有这天龙山被嫂子归置的有模有样，黑子哥有你这么个掌柜的可是他的福气。妹妹，你别怪我刚才怠慢你，因为我知道你跟黑子的这段情，所以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刚才听你说了这番话，反而让我觉得心里惭愧呢。哪里话说，我之前也有点放心不下黑子哥，但是见了嫂子倒觉得自己是多虑了。有嫂子在，是老天爷在眷顾黑子哥和天龙山。我早就听说妹妹人没戏好，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像久别重逢呢？我也是呢。嫂子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天不早了。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什么都没台上的戏着急啊。这样的话我就不留你了，等改天风声没有这么紧了，我跟黑子哥下去看你的戏。那感情好，我等着你们。好，我送你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你们办喜事儿我也没赶上，这个是个好的，是我一片心意，不能，这不能推辞。既然这是妹妹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嗯，大哥，这次这事儿穿帮了吧？没事儿，我还能怕他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。你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下来？哎，你赶紧送凤老板下山。我？你不去难道让我送啊？哎，不必劳烦兄嫂了，让哪位兄弟送一程就好。你赶紧去吧，我跟凤老板都说好了，等风声没那么紧了，咱们一起去看凤老板的戏。嗯。哎哎，好，那我可送了啊。赶紧的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好。走。王先生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啊，来，请进。嫂子，请喝水。谢谢。你进城了？啊。是你救的黑子。啊，有人救大哥。你是什么人？中国人呢？你能打小日本，说明你不是日本人。可你到底是谁？能够在城里替黑子阻拦日本人的，那可不是一般的本事。你是八路？你说吧，你上山来到底要干嘛？嫂子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天龙山和鲁阳城里的日军日益敌对，他们是不会放过黑子的。上次老三的死就是个信号。天龙山虽然易守难攻，但是日本人既然盯上了，就早晚有拿下的一天。
现在在这个山上就有他们的奸细。是谁？你放心，不是二炮。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有人袭击我，我打伤他的左肩。那天在聚义厅，我特意拍了拍二炮的左肩。他的左肩没有伤，所以不是。那你还记得那天我又拍了第二个人的肩膀吗？你为啥不信呢？哎呦，打疼了是吧？对不住了。老羊人儿。对。千万别告诉黑子，他是个急脾气，肯定直接拉出去毙了。这个人在那留着，有大用。那你真的是八路？是的，我就是八路军。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是朋友，你得信任我。可是我们谁也不想依靠，我们只想过太平日子。嫂子，哪个中国人不想过太平日子啊？是小日本不让咱们过。诸位，鲁阳城保安队大队长高三爷上凤彩楼吃串大牙，谢谢高三爷。你跟踪的那个人查得怎么样了？你让我们跟踪的那个人每隔一天都会上一趟天龙山，下了山之后都会去一趟司令部。查清什么人了吗？还没查出来。司令部？我说小岛对镜对我爱答不理的。嘿，现在多少人盼着巴结日本人，又知道小岛对天龙山感兴趣，说不定是个小岛情报，故意呛咱韩。小日本这碗饭可不好混呐，这呛饭碗的倒先来了。你说这人今天会来吗？今天准会来。准会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跟老子呛饭碗。哎，队长。干什么呢？你来。咦，还挺厉害啊，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？鲁阳城保安大队高三爷。跟小岛走得挺近啊。你知道在鲁阳这地盘可都是我高阶三的地盘，你一个外来人，你跟我抢什么啊？你就是真抢，你能抢得过我吗？老子倒想看看你是什么人。哎呀，我队长，这搜身。高队长，发现了这个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看我们。排长！啊啊
知道被你杀掉的人是吗？不知道，是我们司令部的线人。没想到，没想到死在你的手上。来人，拉住他枪毙！太君饶命啊！太君饶命！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我以为他是八路的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我要知道是您的线人，借我两个胆，我也不敢呀、啊。太君，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！哎呀，谢谢太君！哎呀，饶命饶命！司令，不知者不为过。现在是大日本侵山，杀了他。哎，对对对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我高阶三在鲁阳地面上也算是大日本亲善可用之才呀，请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吧。太君饶命，太君饶命。闭嘴。情报呢？这滚。谢太君，谢太君，谢太君。凤彩铃，他曾跟刘黑子是恋人关系。软禁凤彩铃，放出消息就说他重病没法登台了。哎哎呀，老爷老爷老爷您回来了、哎、脸怎么回事？我看看，快看看。我看看怎么伤成这样了，我还以为您回不来了呢。呸，你个乌鸦嘴，别乱说话，竟惹老爷生气。你看这小日本真够狠的，看把脸打的。我就说嘛，他从来就不把咱们当人看。这你看看这，就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婆娘啊，还有我们高家祖上留下的这些基业，要不然我才不给日本人当狗呢。老爷，老爷，您别生气了，您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人常说打人不打脸，这小日本是专打脸的。这小日本就不是东西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老太爷咳嗽厉害，快去看看吧。啊，又咳嗽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去看看。好，黑子。好。月荣，怎么了？是的，是。是吗？大嫂，出什么事了？山下有个亲戚生病了，我在跟黑子商量要不要去看看呢。啊，现在下山？就是啊。什么亲戚啊？二凤啊，二凤病得重不重？听说好像下不了床了。哎，黑子，黑子。哎，大哥，方姑娘，方姑娘，这几天不让你登台，这也是司令部的意思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那啥理由啊？这不是日中亲善吗？司令部啊，希望你能演点亲善的戏。演就演，那也不能关了戏园子，说我抱病不能登台呀、啊。是是是是，你说的都对。要不咱把那个亲善的戏码列出来。我报给皇军，让他们过目一下。哎，司令部说了，凤老板这几天的损失都赔，都赔。哎，对不住啊，方浩，上边有令，这几天你不能离开戏园子。您堂堂鲁阳城保安队大队长高三爷，还真成了日本人的看门狗了。大哥，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圈套，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对你和大嫂还是放心不下。兄弟。多谢了，好，那咱们走。走，撤。哎，让我过去看看。谁呀？家里有人伤了筋骨，需要续断防风。
要多少？各要一两。凤就是一个唱戏的艺人，这日本人能对他怎么样啊？日本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而且日本人眼线众多，上次凤老板上山的事儿，说不定已经传出来了。可是黑子他跟凤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如果他真的生病了的话，我们于心不忍的。好，那咱们先去看看。城里我比较少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，好，请别带路。山上传来情报，刘黑子已经进城，加派人手，一定要活捉刘黑子。这就是西园子后门。别冲动！你们干什么？方老板，你是走不了的。谁？谁？如果要想杀黑子，早就动手了。他们是想留着他有用，这会儿冲出去，不但救不了黑子，连咱们一块打进去了。嫂子，相信我，我一定想办法救黑子，好吗？上，走。你可不能为难我呀！谁？你！哎！哟，好汉，好汉饶命！好汉，好汉！嫂子，二凤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二凤，你给说句话呀！二凤，他是日本人的汉奸。哎呦！闭嘴！再说什么，打死你！不说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黑子哥呢？他被日本人抓了。啊啊！你装什么装啊？你们软禁了二凤，说他得了重病，不就是为了引黑子下山吗？这别损我。刘黑子讲义气，不舍得杀你的弟兄，你倒好，挖坑害他。哎呦，真是冤枉好汉！刘黑子上次下山救人头，都是我给他开的城门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哎呀，是你开的城门？是啊，我不下令谁敢开呢？好，算是你有良心，我可以饶了你，但是你得帮我把刘黑子救出来。还等什么呢？大当家的都被日本鬼子抓走了，我们再不救还是兄弟吗？我闭嘴！你放屁！谁说不救的？只是当初大当家的下山的时候有交代，
说咱们山寨不能空，省得让他们连锅端了。二当家说得好，只要我们不下山，那个小岛就不能把大当家怎么样。可是如果我们下去了的话，那才叫全锅端呢。大不了说的对呀、啊，没错。你们想想，当初他们三番五次的骗大当家的下山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不就是想把他们全锅端吗？咱们可不能中了他们的诡计。可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吧。来，老洋人，大当家的是我丈夫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着急？大夫人，我们山寨里的弟兄可是个个都着急啊。急？急也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啊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这小岛会不会不来呢？不会，我想他不会，他还得上台演讲呢。开局到。你别紧张啊。请各位坐住。各位大东亚共荣的使者，鲁阳的乡亲，大家好啊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维护我鲁阳和玉溪的盛世和平，鲁阳日军司令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为了表达乡民的感激之情，特别邀请了凤彩翎戏班为太君您献上天女散花。下面有请鲁阳县日军司令部指挥官小岛先生致辞。各位，首先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致礼。大东亚共荣共存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，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鲁阳县城就是为了就这个。谁也别动，别动，再动我打死他。这批人请放下。全部都放人，快把枪放下，小岛在他们手里。叫你的人带上刘黑子到城门口跟我交换。交换顺利，我保证你安全。交换不顺利，那一块死啊。
现在用日本人换你，小心了。兄弟，多谢了。双方松绑，交换人质。一、二、三，小鬼子，迟早弄死你！是你。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。黑子，二凤他真的是稀罕你。要给他报，我们先放出攻打天龙山的消息，刘黑子一定会部署，通知山上的特工摸清楚伏击地点，我们要绕开他的主力，直到天龙山端了他的老巢。嗨，多谢恩公。大哥别这么说，恩公，我刘黑子愿意跟着八路打日本，从今往后我天龙山你说了算。岂敢，大哥，小日本马上就要围剿天龙山，我已经通知大部队支援咱们，但是我还欢迎步兵女神林落地。老洋人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么巧来这藏宝啊。好了，氰化钾，您这也太着急给天皇效忠了吧。啊，大哥，他害死咱山上那么多兄弟，杀了他吧，弄死他。这么杀了他，太便宜了。他当着咱们的面杀了那么多兄弟，所以我也得让他看着大日本皇军是怎么死在他的情报上的，这叫以血还血，对吧？带走。这个事你真的不行。哎，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老太爷被日本人带走了。啊，老太爷身体不好，可经不起折腾啊。那这日本人是在逼我呀，把我往死里逼呀。什么意思啊？
哎呦，陪我去打刘黑子呗。那老太爷可怎么办呢？爹呀，我连您都保护不了，列祖列宗的脸面都让我给丢尽了呀。哎呀，老爷。老洋人，你告诉你的主子说我们在三里沟设下埋伏，对吧？就凭你们几个人，几条破枪，简直是自取灭亡。老洋人，你错了，我不在那儿设埋伏了，不等到三里沟，老子就把你们全干掉了，那里就是你们日本人的葬身之地。怎么着，狗急了想跳墙啊？大哥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漂漂亮的干他一仗。二，这次伏击你暂时不要去了。大哥，这你听我说，看好咱们的家，明天准备迎接八路，顺利的通过咱们天龙山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放心，小岛肯定会出现在杜鹃岗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队长，所有人都埋伏好了，就等小鬼子进来了。好。对了，把老洋人给我捆在树上。是。队长，日本人向杜鹃岗方向来了。待会儿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，听我枪声为号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别。走。老实点。Thank you.
你别说这么多，你会没事的，也会没事的。你是干大事的人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好，大嫂，你放心。这装备都不行啊，高队长，不要忘了，你的家眷全部在洛阳城，你老父亲的命不要了吗？要！前面开路，是太君。队长，小鬼子上来了。小鬼子，小鬼子。动作快点，上！打！顶不上去啊，撤退的不要，快，上，快，兄弟们，上，快，停，高剑三，你这个汉奸还准备当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中国人吗？啊！前进，不许后退，后退一步，就地枪毙。射击。王八蛋小日本，真不把我们当人了。队长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调转枪口，跟小日本拼了！弟兄们，调转枪口！高剑三，对着小日本狠狠地打！我杀！兄弟们，我杀！到了。
由于王一舟同志的不懈努力，八路军大部队终于顺利通过天龙山，为建立玉溪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各界民众在八路军的带领下团结起来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英勇的斗争，打击了他们在玉溪的侵华战略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。天龙山上香。